平均有3.7蚊，一年有13000。如果你屋企有兩個人有26000，三個人有39000。如果你冇點解？因為民主黨送咗俾李嘉誠啦。民主黨講得咁樣先公平㗎。大家係咪應該今年立法會選舉同民主黨都係想算賬啊？如果你冇點解？因為民主黨送咗俾李嘉誠啦。公平的，大家是不是应该今年立法会选举和民主党都是想算账啊？